我们要不要对一个号子啊？你们有对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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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，来萝莉号吧啊，萝莉号来。哟哟哟哟，四川的幺妹儿水灵灵哦，嘿走。自贡的壮汉壮又帅了，嘿走。汪涵的方言是巴适的板呐，嘿走。张口我就随便喊了，嘿走。前夫又找个川妹子哦，嘿走。胖了川妹子看不上了。大丈夫跟我把耗子喊了，嘿走。我跟你喊完了之后一块儿吃口烟呐，嘿走。河南的小王真是乖呀，嘿走。吃了自贡的盐才是乖喽，嘿走。呀呵呀呵呀哦，呀呵呀呵呀，欢迎你们呀，我们也开心呀，来自贡耍哟，好嘞好嘞哟，有这句，好嘞，没有啊，我跟他对啊，因为我是专业的嘛，这些都还是 OK。哇，吉克隽逸说到专业的，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。对啊，专业的。杨飞，你也就这样的时候。